想到说，哎，过去的一代玉女歌星通通到现在，过去现在还在不是贵体的贵体，我们那个年代这个叫做国民女朋友，每一位都是梦中女神，有军中情人，有梦中情人，学生情人，反正今天就是情人争霸战，这些都是我在秀场去碰过的一些，那时候他们还是小朋友，那个时候每个我们都想追求，没以前他们不怎么秀场的，以前他们都是军中烙军，有没有？没有了，什么烙军？有啊，方继伟就军中情人呢，他是。阿兵哥喜欢把他的照片贴在他床头里面，当成一种心目中的偶像。啊，但是我们是那个机车挡泥板，真的有机车是的，有放过方继伟的。对对，我们先把他们三个稍微略有访问一下，好吧？来，方继伟不得了了，来来，刚刚有介绍过军中情人，是的，对，那个他是乖，画上等号，善良、孝顺、诚恳，歌也好，人也漂亮，没错，而且事隔那么多年了，奇怪，他越长越高，很奇怪，还在长啊，对对对，买路管，以前爱你的那些阿兵哥，现在都当爸爸、当阿公了，哦，那些都变少将、中将了，不是不是，你这样讲难听，都荣民了。哎，我可以问吗？那个可以啊，可以可以问，真的吗？可以，你快要到半百了没？我25倒过来。哦，哇，好冻龄哦，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，那等于就是跟我同年。不过现在女生真的保养的超好的，这么漂亮哦，我真的，而且完全未婚。对，完全未婚没有完全或不完全，有啊，未婚，那他可以一直交男朋友，一直怎么样？他方继伟冰清玉洁，有谁脸啊？一个亲哎，别个有没笑哎，很纯洁了。来来来，哇，不得了，爱美爱美陈爱美，玉姐好，贺大哥，跟高明俊合唱那一首，哇，刚刚的那一首歌，他永远这么美丽的一个妹妹头，妹妹头，哎，现在他早期就是这个妹妹头哦。现在韩国才流行这种叫做什么风啊？哎，什么空气刘海？空气刘海，今年流行空气刘海。空气刘海，让伊丽莎怎么你剪？让伊都空气刘海。丢啊！哎呀，对，一直跟流行到现在。也是未婚嘛，对不对？有了，今天未婚。今天未婚，我们是都。您当年，您两个当年。应该讲温三个啦，温三个，然后三个当年。哎，我不过你是就老。他也是北，他不高不用。来下一位，哦，下一位当年也是。哇。国民女朋友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稍微之前一点。你好，何大哥好。哎，你有一阵子去当服装设计师，对不对？对，去做服装的事业。哎，他的服装设计的很棒，很有品味哦。小孩都很大了哈。对孩子现在一个要上国中了呢。哇，嘉怡跟我们也是重梯的了。哎，我要请问你哈，如何保持这样的身材跟面貌？其实心单纯一点，就是不要太多的想法、欲望。对对，其实真的要运动，我也是每天就是要一直运动。好，走路。这是我们沈玉玲今天带来的。今天一字排开，这三位美魔女，应该贺大哥那边知难而退了。没有。抽身啊！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这边来真的是来向前辈致敬。嗯，新生代，不叫美魔女，小魔女。哎呀，每一位都是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两代之间都是玉女。现在目前这边还那个玉那个一点还没有叫王女，就是还没有到那一点。就新一代的，新一代的，这个也不能叫资深哦，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漂亮的美魔女。资深是美魔女跟现代的美丽玉女，对吧？好。赫伯，你也一一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小美女们。在没有介绍她们的来历之前，我先处理一下我的私人恩怨。刚才你唱的歌叫什么歌啊？远远的，远远的。依依呢？再来呢？月亮的脸。再来呢？下一句呢？扁扁的，扁扁的水。你怎么一句怪你个对了？我这世人上册听到两块歌，一个是阿嬷的话，我今日唱我的 key 到要死啊！现在我唱外宾，圆圆的，圆圆的，像月饼，这边什么味？扁扁的又怎样？我以为你在生气，扁扁的，你自己把自己想得太不美好了。不要入座啊！他你那，你那我怎么圆圆的？你去看爸比，因为他可能在演。而且现在比较皱的爸比，普通康也是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我都要看到他这跳的时候。哎，你跳的那个节奏感有点问题哦。想怎讲？想说，哎，我对你笑滚滚，你对我，他的身体没有节奏感。你怎么是跳在那个反拍上面？有吗？你
一直好像在复健，这个很糟糕。真的，你自己再一遍，一万度。我对你羞滚滚。哎呦，你啊哇哇哇哇哇！不会跳在拍子里耶，这很难的。奇怪，我们这个。特伯，这应该是高跟鞋的关系。听说妈妈更惨，哇，美丽小滚滚，还是遗传的。不要这样，她是我们东燕的女神呢。我知道，东燕姐爱跟爱北丢，我只是把她特别的让她让观众更深刻的印象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来张慧玲。下一位哈，她从出道的时候是一个很清纯的女生，结果忽然一点成熟，一点帅起来呢。我以为冰冰姐要说从很清纯，我告诉你，她是个长腿姑娘，美女，真的很优秀。是的，她不只是我们这个国内这个歌曲唱得好，哎，闽南语歌、日本歌，哇，好厉害哦！文藻日文系，好像是你自己最喜欢哦。对，我看你那个表情，我看你那个表情，我用林宝来顶压你麦安呢，我感觉没有啦，那个Judy姐已经回家了。就是走，我就讲起来比较好听。对，所以说还蛮厉害的。好，下一位好不好？下一位，啊，今天介绍我啦，阿诺啦，啊，今天打的在新港在客套被动啊，不是，你为什么跟他这么熟？哎，打电话一起哦，所有人都跟他很熟了。本他男孩子气，他是女生男个性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个性像男生一样，对不对？天生的。哎，那像这么男性化的一个个性，为什么会变女神呢？因为不是要扮不是啦，要扮什么像什么？不是你这样讲，今天的通告人数不够。不是，他是真的，他又主持节目，又唱歌，他又能跳，他是个全方位的，全方位的。很多男生跟他本来是兄妹啊，没多久就变兄弟了。对，其实我讲，你们觉得张文琪长得，她还是很漂亮，漂亮的，水汪汪的眼睛。那你唯一说她不漂亮的是已经在天上的黄义雄，对不对？对，黄义雄今天水脸不滑，水脸不水。另外，光看你两袖的问题，她的漂亮，你看她眼神水汪汪的，好像会说话。来跟大家问候一下。他讲话了，打开后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。没有我来这边呢，就可以凸显大家的美。不，文琪很棒。文琪是南部小孩，从高雄来，对对，道地的高雄人。今天既然他们来这边的话呢，我想说就跟这个前辈们的致敬一下。不敢讲说跟你们 PK 啦，好不好？他们小孩子，你那么明显美魔女啊，女神 PK 赛啊。PK 是你们制作单位讲，我们讲 PK 就不讨教，应该说请益，请教，对，学习学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派出一位呢，才出学浅略浅的小女生。如果要比赛的话呢，因为其实哈，年长跟年幼各有不同的感觉。嗯，比如说，不管你是风趣可爱，还是风华绝代，哦，还是风湿骨痛，反正每一个女性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美。那我让你们在场的男性，您就让我一二三四嘛，就是新加坡哎，因为今天清一色都是女性的嘉宾哎，难道这边刮清波杂波龙杂波哎？那这样连阿强也有一票，好不好？阿强老师，阿强的吉他手也有一票，因为他代表年轻人。哎，你吉他手叫什么名？您这个？阿凯，阿凯也有一票，还有我们的导播也有一票，导播代表资深族的，这两天导播想这回啊，对对对，所以说我们等一下投票完之后，哪一个的是我们今天的选出来得票最高的？啊，得票最高可以干嘛？哎呦，没干嘛，有啦，有得到一个荣耀啦，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，